好吃吗？好吃。好的。嗯。안녕하세요。안녕하세요。사랑해요。想过来看一下，然后吃点好吃的。对，好吃的。对，什么都要吃。我们你快点吧，抓紧吧。范氏清华，我来自越南。从越南到大连，我要坐飞机差不多6个小时，然后要在广州或者香港转机。今天来到这个理工大学的那个国际文化节，我们越南也准备了3道菜，向各个国家的朋友们介绍。首先我们做那个春卷，然后是越南式的玉米粥，还有越南式的泡菜。春卷是越南传统的一道菜，我们不管什么传统节日还是一般的生活中，我们都可以吃到。我叫卡佳，我来自白俄罗斯，我来大连已经5年了。从我家到大连不能直接坐飞机，先坐火车，再坐火车，再坐飞机，再坐飞机就到了，不是特别远。最传统的菜就是一种土豆饼，而这个做法其实也不是特别难，就是把土豆打碎了，然后加鸡蛋，加面，加点圆葱，然后就可以做了。然后这种土豆饼一般都可以加酸奶一起吃，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不是特别爱吃那种酸奶，所以我们今天没做。这个跟中国的馅饼比起来，虽然这个没有馅儿，但是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觉得应该会吧，这个比较对中国人的胃口。对，就今天我觉得比去年参加的国家要多，然后我能吃到他们的美食，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传统服装，也可以听他们说的，就是他们的语言。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，因为我们这儿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，而且有中国人。我觉得我们也想了解别的国家的那个习俗习惯，然后中国人也想了解我们的习俗习惯。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。中国有豆腐，我们那儿没有。然后我们那儿有一些就是比较酸的、比较浓的酸奶，中国这儿没有，还有奶渣这儿也没有。突然就好像走到了一个有很多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，然后看到了很多就是很让人很新奇的，还有就是自己比较喜欢吃日本菜，然后之后刚才算是吃到了比较正宗的那个日本饭团，还有那个大阪烧，然后觉得特别开心。真的很感谢这些留学生能带给他把他们的文化带给我们，然后希望他们在这里过得也像家一样，然后希望明年的这个活动能越办越好。
四川这样的是饺子还有包子，因为是可能是在新西伯利亚我们有很有名的新西伯利亚饺子，还有在中国饺子也是非常好吃，所以我吃的时候我就是想家。现在我已经是最后一年了嘛，所以我肯定是回国发展，但是回想念中国，回想念大连的，以后有机会什么以后是跟汉语中文有会参加这个工作的，所以呢有机会肯定会来中国玩工作什么的出差。